来在我们的校园 Superstar 第四场复赛啊，要出现的这位参赛者呢，其实是在上一场比赛里头分数最高的哦。是在这场比赛里头呢，我觉得分数比身高来的更重要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上次来看看来自洛阳中学 M3 的卓轩正带来歌曲 J Chao 周杰伦的心情。在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，印成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，带着你仿佛在这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。自在飞，花也铺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去往夕阳飞翔，带你淋破宽容的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，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， Baby Baby 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上啊，我们又见面了哈、同样的，我觉得你唱的是很好，而且你前面啊、那些比较啊、感觉上去比较懒懒这样子的那个感觉，就很适合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觉了啊、整首歌曲都唱得很好，除了一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，我觉得你不是很适合用假音哦，所以后你选歌尽量不要找有假音的歌曲，因为假音不是很稳，好不好？ OK 加油，来。先讲好了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非常会利用你自己的可爱，就是刚才开头的时候就坐在那边，那个脚要晃来晃去，我相信那一招已经杀死很多在家里看的安迪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在 SMS 了。 OK 那个是很厉害，只是我觉得你选错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前面的整个 verse 都很低，而你的声音刚刚好像还没有完完全全变的，所以你的前面那些唱低音的地方你拿捏的不是很细腻。 OK 所以下次选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选很多低音的歌。 OK 你副歌就很好，谢谢加油。我是对你有很多的期待啊，然后我看到你选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在想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因为它很轻松比较平淡一点，我在想你会怎样去表现这首歌，但是你一开始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暴露最大的缺点就是你的低音、哦、你的低音完全是不稳的，然后到了你的这个所谓的虚音的时候、哦、虚音的时候也是一样都很薄，你的虚音上都其实都很薄，然后你一直要记住一样东西，在舞台上唱歌要投入，然后要很有诚意，你拥有很好的嗓子要善用它，但是你一直好像感觉不能够在歌曲的状况里面，我觉得这就是蛮糟糕、哦、下次真的唱歌要完全的投入在那个歌里面，让我们看了才会有 punch 在那边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谢谢林肯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呢到底呢获得了多少分咯。林奇玉7.5分，叶良俊7分，黎菲辉7分，总分是21.5分。支持Sean宣正的朋友呢，请拨打1900112。
02770703或者 SMS M3 到71199。